气太差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运气不好，只有实力不够。哼，该你了。啊！糖糖，你行的，加油加油！腿那么短，第一关就过不去。吸气，我行的；吐气，我行的。计时开始了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在进行科学的自我催眠。哼，那你催好了吧？好了，耶！去吧，小 Q。球就掉完了，嘿嘿，有搞错，这样也行。
谁赶紧去把它弄下来，太丢人了。这么弱的小鬼为什么招来当学员？塔塔自有他的优点，我可没发现。想成为特工，身体素质是最基本的条件。走了个蓝血星的小废柴，又来了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，和另外一组比，这组实力实在太差了。大力金刚掌！这个学员叫什么名字？邱莎莎，这个小姑娘可不好惹哦。莎莎，好厉害！是我的莎莎，天照女侠万岁！让矮子外星人见识见识地球人的实力。对，让他见识见识。你也是矮子外星人啊？别太自以为是了，可不是每一关都那么容易通过。莎莎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赶紧拜我为师吧。不要，这么不给面子。我已经掌握了你们所有数据，未来我会好好训练你们的。是。天使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高，多多参与。居然和菲娜一样的成绩。是跟着阳光奔跑，回过头将我寻找。你问我花开知多少，我也想知道。风吹着秋千，不笑云落在彩虹街角，你的微笑我说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完成了，终于有个安乐窝了。哇，就差家具了。老师让咱们带上装备，看来今天的训练会很难呢。管他什么训练，都难不倒我们。
小圈圈都要被你玩坏了。耶，你再说一遍。小猴子，你给我站住，站住。今天的训练你可不要拖我们后腿啊。你再说一遍。好的，今天的训练今天我们训练什么？一定要最难的，不要和塔塔比比，看谁更厉害。我最喜欢比赛了，赶紧开始吧。他们俩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相处啊？天晓得。今天的课程会非常有趣。去啊！说不利索了，就叫我尤拉好了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粗盐薯片好吃吗？你说什么？在地球过得好吗？非常好，毕竟我的适应能力超强。好吧，收到救援信号没法去接你，看来这个决定是对的。我终于可以回家了，马上就有人来接我。不能让你小瞧地球人，你不是喜欢吃粗盐薯片吗？哥请了，想吃多少随便买。我勒个哥哥，你到底买了多少薯片？1000桶。都这么多天了，接你的人什么时候来啊？快来了。来了？这也太快了吧。现在没空来接你，你再坚持一下下。我的压岁钱。原来是你。你们认识？说来话长。赶紧开始吧。叫什么好呢？星际探险家们，
美少女特工队。攻略者联盟，有攻略者联盟。有了，咱们三个名字里有猴，有猪，还有沙，再加上白白嫩嫩的外星人喜欢碎碎念，不如就叫西游战队好了。你自己要西游，我查一下资料。攻略者联盟，西游战队，攻略者联盟，西游战队。名字想好了吗？说吧。拉拉特工队。这队名起的也太敷衍了。无所谓，能保护地球就行了。我们就叫地球护卫队。两组各占一个半场，攻入对方防守区，按响按铃就可以得到一分。每队都有两次暂停的机会，要合理使用。比赛结束时，得分多的队获胜。我宣布，比赛开始。绝对要赢！这可是无门几个作为地球护卫队的第一次登场亮相。这是什么？喂，大家注意！敌人攻来了！没有，我是想说，我们需要制定一个作战计划。大家，你现在听我说，作战会议正式开始。不可能，没看到有人过来呀。暂停暂停，老师，这个按铃坏了。按铃没有坏，比赛继续进行。难道是幽灵吗？果然是这样。塔塔，怎么回事？按铃上有掌纹，我想对方有隐身能力，所以我们看不见。肯定是那个女仆星人搞的鬼。怎么对付她的隐身？不知道。你们是一个星球的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俩是不是一伙的？主之魔，塔塔是我们的队友。哎呀，都别吵了，我们现在落后，要去把分数给追回来。塔塔，你攻击力最弱，留下来守暗铃，我们三个冲过去。你们去吧，我会守好的。地球护卫队看起来够呛啊，破解不了他的隐身，比赛就没有悬念，真是太无聊了。别着急，也许好戏才刚刚开始。